解叫做一直念。这条歌呢，我感觉袂歹听，所以我迄天就该写较好说，阿不来唱这条一直念。但是呢，阿未写这条，阿未唱这条歌进前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是在两礼拜以前就已经进去。阿今日是得着迄个金曲奖哈，金曲奖迄个最佳男主角哈，最佳的男歌手哈，最佳男歌手。阿杰的唱歌里也会唱，我说真的，阿杰的唱歌里也会唱。女生唱她的歌曲，其实怎么讲？其实她有一些是非常哈，关系就钢琴，就钢琴歌，但是也学也歌的那唱法啦。我个人也学，看不惯抖音，一个是抖音很抖的抖很抖，但是没有的，我就照我自己的方式唱哈，我都照我自己的方式唱。她这次非常不简单哈，得到那个金曲奖哈，最佳男歌手哈。最近呢，我会一系列的分享一些她的歌曲哈。之前当然有。分享很多，但是最近刚好呢，找了几首他的歌出来，并不是因为他得了金曲奖以后，但是当然得了金曲奖以后，我又特别的多找了一点点。最近我他这两个月也灌了很多很多的新歌，所以呢，我就干脆把他一系列的我多分享几首他最近这一两个月灌的新歌哈，我会一首一首慢慢的把它抓出来哈，跟朋友们来分享哈。这首歌呢，我唱的是女生的 GM 九九号。本来想要降个 key， 可是后来想说可以，那我就照这样子唱就好了，因为降个 key 听起来应该也会很好听才对哈。所以这首歌呢，我唱的是女生的 GM 九九号。这首歌呢，在我的编号是第617首不同的歌曲哈。感恩一定业者呢一路以来的支持哈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的动力，我会加油的哈。还有呢，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新朋友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还没有订阅哈，也欢迎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也可以留言哈。想要听什么歌曲，我再尽可能的学起来，跟朋友们来分享哈。感恩就今天哈，就唱了，刚刚唱了一次哈，其实很好听，但是唱完的哈，不小心我的这个遥控器不小心给它掉到地下去，所以呢就没有讲话，就卡歌了哈，非常的可惜。但是这次应该也不错，如果可以我就留起来哈，不可以等一下重新唱一次，没有关系，反正又不用干嘛，就多唱一次，自己也很高兴，喜欢唱歌哈。OK， 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多谢啦，再会。